人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家人们，我是猴子，今天搞了一点黄标牛肉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我还第一次吃黄标牛肉，看看一份。五十分，五十花，写的专注好牛羊，大人你不专注啊。看着还可以啊，我也是服了。这个不好了，这个差评了啊，漏气儿。这个挺好，这个还没开，就这样还漏气儿。咱们先给它焯一下，不用放，就是生焯，也不用放葱姜，也不用放料酒，就这么焯。而人家是这么说的，炖的时候也只需要放盐，别的也不用放。Later， 现在给我打出葱末。加入一个卤肉包，不加卤肉包肯定是不行。再说了，他自个儿也挣着咱们，干嘛不加？是不是？打完浮沫以后让它煮一下，煮上两个小时，然后火小小。现在已经炖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了，然后放盐。再炖上半个小时 ，OK 了。Two hours later， 两个小时了，出锅。着了火了都。上点韭菜花，已经做好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尝尝怎么回事。
非常软烂了。哇，有点烫啊。来点韭菜花。你们先来。哇。我有点烫，太过瘾了！我要吃哪块啊？这块。确实不累啊！哇，蘸点这个韭菜花，绝了！嗯，我又找不着我那块了，那块肥点儿。这韭菜真的是配上这韭菜花，确实挺地。吃过瘾啊，哇塞，再来一块。哇，确实太烫了。确实是这个黄边牛肉好吃，这是真的香。块肥的，多少有点塞牙。总的来说还不赖，就是没有什么牛肉味儿，是吧？塞牙是你牙缝吸。我的操！这卖多大力气似的，这家伙跟吃一个。吃一小块，过瘾，这都吃了，你吃块脆骨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，感谢老铁们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是胖猴子，老铁们，我期待已久的牛蹄筋儿，我今天终于买到了，看了吗？我准备了点牛蹄筋儿，今天咱们做一个麻辣牛蹄筋儿，哎，那种拿着感觉是最爽的，哎呀，我一直想做，但是呢，一直买不到，所以今天买到了以后，咱们我非常高兴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赶紧给它清洗一下。废话不多说，走。
牛蹄筋冷水下锅，加入去腥三叶客、葱姜、料酒、去腥，开火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开锅以后我又煮了10分钟，现在咱们把它捞出，都抽抽了，你看到吗？起锅，烧油，油热以后加入葱姜、辣椒、麻椒，炒出香味，然后加入郫县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加入火锅底料，火锅底料炒化以后啊，咱们加水，调成大火，烧开以后煮上15分钟。把牛蹄筋放到高压锅当中，把熬好的料汁啊，咱们过滤一下，倒入到锅中，这样吃起来更利索。加水，锅中加入葱姜、香叶、桂皮、八角、老抽、生抽，蚝油，白糖，盐，在这儿焖上50分钟，点火。老铁们，咱们已经炖了50分钟了，这个气儿也放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咱们看看看效果。哇，哎呀，老铁们非常的软了，你看了吗？已经非常软了。好了，咱们现在给它出锅。哇塞，咱们尝尝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老铁们，来一块这个，使用筷子下手吧。嗯，过瘾啊。哎呀，又麻了。啊，哇塞，啊，又麻又辣，再喝口酒，真过瘾啊！哇，很好吃的，
使劲。嗯，这个怎样？嗯，我就喜欢这种软软的、糯糯的。哇、啊！啊！哇！真顶！我在远处眺望北京。哎呦，这皮真好吃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啊是清明节，放假的第一天，所以说啊，我今天回老家，烧纸。然后路上发现这个骨头啊特别特别便宜，所以说就买了一点。好长时间咱们也没有炖骨头吃了，今天啊咱们炖点骨头吃。废话我就说，先就给它清洗一下。大骨头冷水下锅，加入去腥三剑客。葱姜、尿酒、点火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关火，咱们把它捞出来，清洗一下。准备高压锅，把骨头啊均匀的码到锅底，加入葱、姜、卤肉包、生抽。老抽、料酒、白糖、盐、豆瓣酱、鸡精、加水、盖盖、开火。老铁们，等到上气以后啊，咱们焖上30分钟。这是哪个地方？这边都是我的，你家里的都是我的，他们这个地方都不是你我的了。这边都是新洗的，这是哪个地方都不敢打算说。走，是吗，闺女？好了，老铁们，关火，放气，直接来吧。怎么唱的这个歌来着？哇，有人最老人，我在远处眺望北京。好了，
哇塞，看看这颜色，直接倒吧，咱直接倒碗里吧，老铁们。哎呀，哇塞，看这色泽。好了，来，好了，吃吧，来。来吧，一块，快点。好了，走。吃肉要从娃娃抓起。哎，小美女。哇塞！我吃一小会儿就行了啊。拿两碗吧，拿点怎么？美女，妈，你过来吧，尝尝，可得了。那不想吃肉，那现在没摘，不知道怎么了。那现在得吃肉，不爱吃肉。我这是什么？燕窝窝，刚蒸的。啊，老铁们，黏面的窝头。黄米面的窝头。黄米面，真小，贼小。我这边。哟，没给你拿筷子。你这不有筷子？那一块吃，这是什么、骨头啊？这是大棒骨。大棒骨。嗯，来，就这一块吧。好。哎，我嘴胖了，我吃块小的吧。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我儿媳妇啊。哎呦，这皮真好吃。咸了点吧。还行吧，你得咸一点。现在你老妈吃不了咸的，我吃的很寡很寡。嗯。很淡。啊。啃吧。你上回给我爸拿回去是不是？我忘了。你吃完一块儿了。来块窝头吃，嗯，哈哈，没饿，我觉得嘴上面这层水果是最好吃的，嗯，再来块吧，嗯，吃吧。吃饱了不想加，不吃饱了怎么减肥？咱弄个吸管。哦，上面那层脆骨，就那一层最好吃。嗯，炖烂了。嗯。嗯，黏糊糊就是好吃。真是没有管儿，跟西西这个，我闺女又不干了。这骨髓是真香。叫骨骨头。你们来啊，光顾招呼你们了，也光顾吃了。我该喝瓶啤酒，我拿瓶啤酒去。别喝了，喝啥？我买了好多啤酒，来瓶这个。你尝一口吧，可好喝了这啤酒。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，媳妇儿。你先来，有点凉。这是啤酒吗？啊。为了我闺女，点到为止。我再去拿个杯子。
杯子应该是正好的。哎，我不喝那两口正好。你这狗还不小。哎呀，它这个，它最后有一股那种清香味儿，特别好喝。哎呀，你不吃了？嗯，吃了。我自己开始吃吧。吃饱就得了啊。好，行了，那这样吧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，再见。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，今天准备了点不一样的食材，让你们看看。孔雀，老铁们，盘子。这个孔雀是我从网上买的，这是人工饲养的。人工饲养的孔雀是可以吃的。然后具体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，咱们一会儿做出来看看吧。但是我对它其实挺期待的，但是它没什么肉，很瘦。废话不能说，走。咱们把蘑菇清洗一下。孔雀冷水下锅，开火，给它焯一下水，加入料酒去腥。焯好水以后，咱们把鸡肉捞出，清洗干净。起锅，烧油，油热后加入葱姜、八角、香叶，炒出香味以后，加入孔雀。加蚝油，蒸熟，加水，加盐，然后下入蘑菇。开锅以后转成小火，炖上20分钟。老铁们，咱们已经炖了20分钟了，下上提前泡好的粉条，然后咱们再炖上10分钟，关火喽。好，老铁们，炖好了。孔雀炖蘑菇，咱们配上点小米饭。帅哥，哎，你拿筷子。好。哎呀。拿孔雀啊，孔雀，再说一遍什么玩意儿。孔雀，孔雀的蘑菇。嗯，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？知道。定睁两个眼说谎话，说瞎话。那门口孔雀在那放着呢，你还孔雀？这是孔雀爪啊。你家孔雀爪长这个样子啊？说好像你吃过似的。我当然我见过呀，长长我没吃过猪，还没见过猪跑。那小鸡儿，我没舍得宰，下不去手。买了小鸡儿，我炖了。对，小鸡的蘑菇，孔雀。你说这个小鸡的蘑菇，今天这个味道，稍微有点淡，我感觉。你吃的很淡吗？嗯，我吃正好。来点汤，拌米饭，还吃会蘑菇。嗯。嗯。行吗？蘑菇味道正好，这玩意儿里面，粉条是好东西啊。放少了，粉条。我这不跟你客气了吗？啊，小客人。蘑菇。就是这个东西是好东西。嗯。哇。
两块肉。你说孔雀那么可爱，我让我想起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个谁演的那个电影，那个兔子，兔兔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吃兔兔啊？嗯，这个叫。真香是吧？嗯，真香。为啥呀？把川田养着，过一段时间，你回老家，反正老家。行了，好吃的多吃点。好吃不好吃，就看我平时吃的。我有点疼，老爷啊。吃点是真过瘾。哎呀，板汤。有这样吃的没？哎，我还在这呢。在这有点不像话了啊。还是粉条放少了。啊，你吃，你张哥，我让给你。我吃肉，我吃蘑菇。嗯，所以讲是吧？是。告诉我过来吃孔雀。哎，吃这也不比孔雀差，好吧？是，这也挺好吃。老铁们，确实是挺可爱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也什么，也不是很好吃，据说。然后咱们呢，确实是不忍心，所以说大伙也看到了，确实在这儿活着呢。我们吃的并不是孔雀。我们只是宰了只小鸡儿，所以说老铁们放心，猴子还没有那种丧心病狂。行了，老铁们，这个小鸡炖蘑菇会做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，再见。是。